直流风机，安全性更高，稳定性更好，消电速度更快，重量更轻，适合大面积区域除静电双单元独立的离子发送口组合。胎机自动刷针，每隔24小时自动刷针一次，免去人工刷针清洁。标配钨合金针，对比钛、硅材质，使用寿命更长。 风量可通过风量调节旋钮调节。使用风机支架时，应用螺钉或螺栓固定于坚固而平坦的表面。安装角度应垂直于带电梯表面，具备消除静电物体约300到750毫米处。 两台离子风机并排安装，间隔400毫米以上为宜，距离墙壁等障碍物200毫米以上为宜，进风口距离墙壁至少150毫米以上。